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欢迎你再一次来到美亚美华人浸信教会的网上崇拜。但愿今个主日的崇拜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神。在这开始的时候，我们先默祷，准备我们的心敬拜。我们开始敬拜的时候，我们以神的话语作为一个开始。今天我们的宣召经文在诗篇119篇97节至104节，让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地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傅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藉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
好，现在让我们一起唱诗赞美我们的神，荣耀归于真神。荣耀归于真神，他圣做大事，为爱世人心志，赐下独生子，献上他生命为人赎罪受害，永生满意大海，人人可进来。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停住声音，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高兴，情来藉住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功，救主流宝血何等全被救恩，真身仍去赐给凡信他的人，罪人纵至罪苦，若真神相信，一信靠主就必得赦罪之恩。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停住声音，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高兴，情来借住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功，荣耀归于真神，他圣道大师，这圣子耶稣我们得大欢喜，自圣至尊永我主耶稣基督，将来得见主面，何等大恩福！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停住声音，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高兴，情来借住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功。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停住声音，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高兴，情来借住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功。我们现在今日诗班有一个特别的献唱，是我今漫步耶稣。
请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你，在这个主日的时候，你再一次平安地带领我们在这个网上的敬拜。每次在网上敬拜的时候，我们虽然不能够彼此见面，但我们知道我们弟兄姊妹都有同一个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来听主你自己的训词，听主你自己的法令。神啊，愿你自己帮助我们，你的圣灵带领我们，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在自己的话语的当中我们被造就，亦都让我们一个信服的心，让我们所知的并不是头脑上的知识，乃是心里上的信服。神啊，愿你自己亲自的怜悯和带领。主，我们今天面对这个疫情，面对世界种种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样去面对。神啊，求神你的圣灵给我们有智慧，也都求神我们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你给我们安慰，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的积极一个态度。神，我们很快的这个疫情能够过去，我们再一次能够来到主你的殿中，我们一起的敬拜。主啊，我们继续的求神你保守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平安，也都求神你继续的保守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在主你的保守的当中，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个困局。主啊，也都让这个国家能够思想我们今天在主你的里面，我们应该怎样去行主你自己的道。求神你怜悯，也都求神你祝福今天早上的敬拜，让每一个人在主你里面都能够享受主你自己敬拜那种的喜乐。神啊，愿你自己听我们的祈祷，又愿主你自己十字架的宝血再一次遮盖我们的罪，让我们心清守洁，蒙主悦纳，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的讲道经文在题目是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也都让我们一起来诵读这一段经文。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祈祷。主，我们再一次求神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听到的时候能够蒙主你自己的 恩典，让我们在听到的当中，我们再一次的被造就，又让我们有一个愿意回应主你自己道的心。我们这样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上个月我们讲了一个系列，九月的时候我们又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这个新的系列我叫做省思的系列。我们会重温一下，就是我们信体信仰当中一些重要的课题，然后我们做一些仔细的思考，目的就是让我们更了解这些题目，并且使到我们信仰更加的稳固。那我们会讨论些什么东西呢？我们今早上我们会讨论研读圣经，之后我们会讲祷告。我们讲到祷告其实是否能够改变神的心意呢？如果不能够改变神的心意的时候，那我们祷告来做什么呢？这些问题我们是需要思考的。但如果我们祷告的时候能够改变神的心意，那神是否可以随时改变的呢？咁我哋都会讨论啦。我哋恐惧，究竟我哋喺我哋而家嘅生命嘅里面，我哋恐惧呢啲乜嘢嘢？我哋点样面对我哋恐惧？我哋都会讨论呢个疑惑。究竟我哋喺信仰当中，乜嘢疑惑系可以接受嘅？乜嘢嘅疑惑系圣经讲唔应该有嘅？咁呢一啲咧，我哋都系以后喺呢个礼喺呢个月嘅当中咧，我哋都会讨论呢啲嘅题目嘅。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系讨论啦。这个圣经研读圣经的问题，你可能一听到一个研读圣经的题目的时候，你有些抗拒感了。你说又是讲圣经，我对这个题目已经很了解了，我或者我已经参加查经班很久了，我在教会也很久了，所以呢我都很熟了。或者你真的对这个题目很熟了，如果你对这个题目很熟的话，那你就当这是一个重温一个温习。但是为什么会选这个题目讲这个题目呢？其实咧，呢个题目咧仍然咧系有好多弟兄姊妹、好多朋友咧系好有兴趣咧，想知道多一啲嘅。有一个网站啊，吓去做一啲嘅统计，就系一啲我哋喺一啲嘅关键词嗰度我哋搜索。佢喺 YouTube 上面啊，吓喺每个月喺美国嘅 YouTube 上面啦，吓每个月搜索话我点样去研读圣经啊 ，Bible study how to 啊，呢个咁嘅关键词嘅搜索。你估有几多呢？每个月在 YouTube 是50万，你看看这个50万是
53,8541，咁呢個咧係一個特一個月裏面咧，係對呢個如何研讀聖經或者查考聖經嘅一個尋索嚟嘅。咁喺 Google 咧，其實咧亦都超過咧一個月咧，亦都超過60,000嘅搜索嘅次數嘅。咁另外咧，其實喺一個 Barna 係一個非常有名嘅研究機構啊，佢做一個就係喺2018年嘅時候，佢做咗一啲嘅調查。對就係美國嘅成年人啊，佢哋對聖經嗰個興趣究竟係點樣？如果你睇左手邊啦，左手邊即係黑色嘅部分同埋土黃色嘅部分啦，就係話你對聖經係咪有想知道更多咁嚇？同意嘅咧有37% 啊，非常同意有29%，所以加起上嚟係66%。所以從呢個數字啊同埋資料裏面咧。我哋知道咧，其實咧好多人咧仍然想知道聖經係講啲乜嘢，佢哋想知道點去讀聖經嚇。咁所以一個咧唔係話咧大家冇興趣嘅題目，係好有興趣嘅題目。咁對我哋基督徒嚟講，點解你要研讀聖經？點解我哋成日講呢個題目，又成日鼓勵弟兄姊妹咧去做呢一樣嘢咧？嗱，我諗咧呢個目的啊，呢個原因咧，其實都唔難明白嘅。因為聖經講得很清楚的了，今天我們在我們的經文裡面，我們今天的經文呢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提摩太後書的3:16-17，很多人甚至都識背了。我們再一次看看聖經都是什麼呢？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這裡講得很清楚，聖經是神的一種啟示，雖然是經過人寫，但是他最終是神所啟示的。那他對於什麼有好處呢？在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種種這些問題上面呢都是有這個好處。那他的目的是什麼？他以致是因為這樣的時候，當我們研讀聖經的時候，當我們明白聖經的時候，就能夠使屬神的人得以完全，我們就能夠成熟，我們就能夠成熟，就被裝備做什麼呢？行各樣的善事，合乎神心意的事情。所以為什麼讀聖經這麼重要呢？就是我們當我們明白了神的話語，神的真理的時候，在各方面的時候，我們能夠成為一個成熟的基督徒，而能夠將神的真理行出來。另外一個的經文呢，也是在約翰福音的5:39的了。他在說什麼呢？耶穌說，你們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他對一些猶太人說的，但是他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個 經文，不過你們拒絕這解而已。那你看看這裡，他說你為什麼查考聖經？因為你以為內中有永生。沒錯，這個永生在哪裡呢？原來這個永生呢就在主耶穌基督的裡面。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為什麼我們今天研讀聖經呢？原來呢是有一個這麼重要的原因在這裡的。所以我們歸納一下吧，其實咧，點解我哋去研讀聖經？第一個，我哋係要刻意去了解神嘅真理，因為我哋明白到依個係神嘅啟示嚟嘅。既然係咁嘅時候，我哋作為一個基督徒，我哋作為神嘅兒女，我哋作為跟隨神嘅人，我哋咧就要刻意地、有意地，我哋去尋找神嘅真理嘅道理。依個係一個應該有必然嘅事情嚟嘅。否則我哋究竟我哋應該點樣做咧？我係唔知嘅。譬如我哋今日買咗個機器翻嚟。你不懂運作的時候怎麼好呢？你要看說明書的，如果不是的時候，你就不知道怎樣真正運作這個機器了。所以為什麼這個是這麼重要的？還有呢，其實呢我們今天研讀聖經呢，不是呢只是滿足我們知識上的需要，我們頭腦上的需要，這個不是那個重點來的。那個重點在哪裡呢？那個重點是滿足我們的生命。原來我們的生命呢很重要一點呢，就是我們能夠生命得到滿足的時候，就是因為我們認識這個真理。而我們用這個真理做什麼？我們以這個真理去這個生命去見證神，我們見證神所做的 所有的真理，這個呢就是那個目的來的。所以大家明白，不是只是我們只是一個求知，想知道多一些，不是單單是這樣的，更重要的就是我們了解我們要去行，聽到了解到我們去行道，這個就是那個最重要的原因。所以希望大家呢，當我們研讀聖經的時候，或者我們參加查經班也好，主日學好，我們都不要忘記這個目標，不要只是作為一種知識上的追尋，而是生命上追尋，是生命上的實踐。
咁呢啲咧其實先至係聖經嘅道理嘅，希望大家咧一定要明白啊！所以你聽日上主日學嘅時候，或者你今晚上查今日有查經班嘅時候咧，你就要諗到嚇一個咁嘅目標究竟係乜嘢嘢啦。好啊，既然我哋知道研經咁重要啦，咁點解我哋今日好多時咧，我哋冇研讀聖經咧？點解研讀聖經有時覺得好難咁咧，或者好唔情願咁嘅？究竟有咩啲嘅障礙咧？咁障礙咧係有啲嘅。有啲人話咧障礙有啲咩咧？好多啦，當然嚇。但係其中咧，依一係主要噶啦。第一，佢聖經實在太長。點樣長？你睇下本聖經咁厚，哇！要讀到幾時啊？好似讀一次都要好長好長嘅時間啊！都唔知道讀到幾時，好似要花好多時間。我冇咁多嘅時間。這個可能是第一個障礙。第二個障礙是什麼呢？太古老了。你知道聖經寫成的時候都幾千年了，而且是講一個是不同文化的一個地方，所以我們很多時候看聖經非常的困難，都不知道他講什麼，講到那些憲制啊，或者講到那些律法啊，有時真的拗曬頭了，都不知道他講什麼，太古老了，這個文化太生保了，這樣又不吃得，那樣又不吃得的，我都真係好多嘢都好唔明啦，所以亦都冇乜心機去讀啦，太古老啦，又文化又唔同啦，等等呢啲嘅問題。仲有係咩咧？仲有聖經咧，好似太多乜嘢，太多書卷啊！嗱，如果你睇聖經嘅時候咧，有所謂我哋有時候有分歷史書啦，又比較注重歷史方面嘅，又有先知書啦，那個有啲先知咧就去講神嘅一個信息啦，等陣我哋又有福音書咧，等有書信啦，咁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形式喺度，有好多書卷唔同嘅形式、唔同嘅形態。咁有時我哋睇嚟咧，亦都係好難嘅。我哋讀傳道書或者雅歌書嘅時候，好多都係啲詩嘅題材嚟。哎呀，真係好難明白啊！所以咧，我哋算啦，我哋唔讀啦。咁當然仲有其他嘅，譬如聖經係一個翻譯嘅翻譯嘅，除非你識得讀原文啦，否則你都要睇譯本噶啦。我咁有時睇嘅譯本嘅時候咧，亦都咧。看得不是那麼清楚，或者有時翻譯的時候它亦都有些困難的時候，未必是那麼容易去接受得到，馬上能夠明白，所以這些都是一些種種的困難的。但是這些困難、這些障礙是不是不可以克服的？其實老實說是好消息的，原來因為為什麼是好消息呢？因為這些障礙其實我們是可以解決到的，不是說這些障礙我們解決不到的，我們承認是會有這些問題，不過這些其實只不過是個障礙。其實我們就好像有時跑這個障礙賽，我們只要跳過這些障礙。譬如第一個，我們說太長，太長怎麼要花時間？是讀聖經是要花時間，因為確實都真的挺多的。但是問題的時候，你有沒有時間呢？在一般的情況下，我們是有時間的。我們有沒有人規定你一定要呢，你就即係聖經，你讀一本聖經咧，一定要幾耐時間去讀咧？冇人逼你去做依樣嘢㗎。今日你唔喺學校，學校話你規定你依個禮拜要讀完依本書，或者依個月讀完依本書。但係我哋基本上咧，我哋喺教會裏面，我哋好少咁要求頂尖你喺某一段時間，你一定要讀曬依卷書㗎啦。我哋鼓勵頂尖妹有時一年去讀完一本聖經。但依個唔係必然嘅。你覺得我一年讀唔曬啦，咁唔緊要㗎，你咪兩年讀咯。如果兩年讀唔曬，咪三年讀咯。你咪三年讀曬一本聖經咯。冇人咧一定係要強迫你咧，係喺某一段嘅時間嘅時候，喺一個短嘅時間你嘅咩，你一定要將佢讀曬嘅。所以這個咧障礙好容易解決嘅啫，因為咧你係有時間去讀嘅，而且你其實真係唔係好難嘅。你只要花十五分鐘到睇下你讀係快定慢啦。如果你讀得不是那麼快的話，你十五分鐘都夠的了，你可以讀四五章聖經，基本上你一年就讀完這本聖經了。所以其實我們是有時間的。那還有呢，還有一個另外怎樣解決其他的問題呢？另外就是我們有資源。你說今天的書太古老，有很多文化我們不認識，或者有很多的書卷，很多不同的題材，那樣怎樣搞呢？你不用怕。點解唔使驚咧？因為我哋今日係有資源，所以資源嘅時候咧，即係我哋有好多嘅嘢可以幫助我哋克服呢啲問題。咁事實咧，今日咧，尤其喺美國嘅話咧，咁資源一啲都唔缺乏嘅。如果你想揾書去了解一卷書卷，或者你上網或者 YouTube 或者你淨係上網去查
或者你好多个方式咧，喺教会又好吓，你都有好多嘅资源咧，让你能够读呢个古老嘅书，让你能够明白啊，当时候希伯来嘅文化究竟系乜嘢？点解佢哋要咁做？后来点解佢哋又唔再咁做？等等呢啲嘅问题咧，其实咧而家都唔缺乏解决嘅方式嘅，唔系话我哋今日咧，我哋对啲咧束手无策。咁事實就唔係咁嘅，我哋有大把嘅資源啊，所以咧我哋唔好灰心啊。而且你大家記唔記得咧？當我哋讀中學嘅時候咧，好多時候我有好多科目嘅，係咪啊？咩化學啊、物理啊、啊數學啊、英文啊，都係唔同學科嚟嘅，完全係有時南轅北轍嘅，係咪啊？因為有時理科同埋文科嘅嘢根本係完全唔同嘅，但係你都咧可以克服，可以讀到嘅。咁聖經嘅唔係冇咁複雜嘅，其實嚇聖經唔係好似話哇你理科文科差別咁大嘅，只不過一啲嘅文體嘅時候有啲唔同啊，佢傳達嗰種嘅信息用唔同嘅方式咁解嘅啫啊，所以呢一樣嘢咧，如果你能夠嗰陣時讀完中學嘅話都冇問題嘅話咧，其實你今日咧去讀聖經應該都冇問題。咁或者你話哎呀我年紀大咗啦，冇咁叻啦咁嚇，亦都係唔緊要嘅。點解咧？今日都冇人要求你。大家記得啊，冇人要求你科科精啊，科科都要 A 啊，每一本書咧都係咧精通曬。其實亦都冇人咁要求你，係咪？我哋今日咧最緊要咧就大概我哋要知道，至少知道聖經係講啲乜嘢嘢，或者你有啲嘅書卷你特別嘅熟悉，但係冇人要求你咧每一卷每一節嘅經文咧你都滾瓜爛熟啊，你都熟得不得了嚇。咁、呢個其實真係好難嘅，我都做唔到啦嚇。咁、好多人都做唔到嘅。所以呢，其實我們按住我們自己的能力，最重要就是按住我們的能力有心去研讀聖經，這個才是一個重點。因為我們剛才說過嘛，為什麼我們要研讀聖經？因為我們要知道神的心意嘛，以致我們能夠實行神的心意嘛，以致神的真理能夠改變我們嘛、所以這些呢，我們知道那個動機呢應該比這些障礙呢更加的大、所以盼望呢，我們不要為了那個小小的一些障礙呢而失去了一個很大的一種福氣。好，所以呢我們現在講啦，咁讀經的時候，我們講到讀經呢，咁其實呢 有幾種的讀，有兩種，最主要兩方面的東西的。我們有時講到讀經的時候呢，我們講到是可以有快讀或者慢讀。所以快讀的意思呢就是速讀，我們很快呢這樣看聖經啦，咁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咁我們很快讀過去，大概了解了它的內容啊！依種叫速讀啦嚇，咁、另外一種叫慢讀啦，或者叫細讀啦，就是、我哋仔細咧去讀呢段聖經。我哋讀嘅時候咧，唔係咁樣好似立過去啊，而係我哋一節一節一節咁樣去讀，啊一句一句咁樣去讀，啊仔細咁樣讀，慢慢咁樣嘅讀嚇。咁、呢啲咧係兩種嘅唔同嘅一種嘅取向啦嚇。咁、我哋讀聖經咧，其實呢兩種咧都係需要的。我哋有時咧。是可以一般讀經的時候我們可以很快的讀的，但是當我們講研讀聖經的時候當然是不同的。另外就有廣泛的讀，什麼叫廣泛的讀呢？就是我們讀的時候不要經常 讀一本書、不要經常，因為我喜歡約翰福音，我日日都是讀約翰福音，其他書我就不讀了。或者我喜歡新約，我經常讀新約，舊約我完全就不讀了。這些就是所謂我們讀的時候我們需要廣泛的讀。聖經有不同的書卷，我們就要分不同的時間我們去讀不同的書卷，因為這樣的時候我們才能夠全面去了解聖經，不是片面的了解聖經。但另一方面，我除了我要廣泛讀的，確實我們就要專注讀了。所以專注讀的時候，我們有時候特別呢、去讀一卷書，譬如說我們喜歡約翰福音的時候，你就去特別去讀這個約翰福音、逐句逐句去了解去經文的意義，不單止讀，更是了解它。咁當然，我哋講到研讀聖經嘅時候咧，係比較咧係注重嗰個慢讀，比較注重嗰個專注嘅讀。但係我哋都唔好疏忽咗我哋嘅速讀，我哋廣泛去讀嚇。因為當有咁嘅時候，我哋先至比較能夠咧融會貫通嘅。如果唔係嘅時候咧，當我哋研讀聖經嘅時候，我哋冇辦法咧將佢融會貫通，將所有嘅嘢咧係串埋一齊，變咗咧有時咧只不過一個好片面嗰種嘅形式嘅啫。所以依一方面咧。特別要提點咧，係大家噶啦嚇。其實咧，我相信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一啲咧啊，識得啲嘅朋友啦嚇。有時咧，我發覺我哋有唔同嘅朋友嘅，係咪啊？
我哋有一種嘅朋友咧，就認識多年噶啦，可能你認識咗啲十年啊、二十年嘅。咁但係咧，雖然你認識得好耐，但係你同佢送唔送咧唔熟嘅，可能係有時點頭之交啊，有時咧或者你同事啊咁認識一下啊，知道佢一啲啲嘅背景，但係心裏面一啲嘅掙扎係乜嘢啊？佢心裏面嘅感受係乜嘢？你一啲都唔了解嘅。我最近我隔離個鄰居咧就搬走咗啦，我同佢做咗鄰居都八九年嘅啦，但係彼此之間咧確實係冇乜來往嘅嚇。佢搬走咗，我先知啊，拎個牌嗰度賣走咗。咁但係識唔識咧都識嘅嚇。咁但係咧，另外有啲嘅朋友就唔同啦。另外有啲嘅知己嘅朋友，啊你識佢咧，你係有一種嘅深交。點解深交咧？你知道啊，佢心裏面係諗乜嘢？你知道佢掙扎係咩？你知道佢真正嘅喜好係乜嘢？啊，你就好深入去了解佢啦。咁有時咧，我哋同聖經嘅關係究竟係點咧？我哋都要思想下，究竟我哋係同佢認識多年啊，卻唔係好熟嘅情況啊？抑或咧，我哋係一個同佢咧有深交嘅，係一個知己嘅。咁我哋盼望咧，其實研讀聖經咧就幫助我哋啊，唔係同我哋聖經嘅關係咧，唔係嗰啲泛泛之交，我哋所謂，而係一個深交，係知己，讓我哋對佢有一個好深嘅認識。嗱，當然咧，我哋知道咧，其實研讀聖經咧。有很多不同的層次的，也都看你的程度，個方法呢也都是不同。不過今早的早上，我們特別講研讀聖經的時候，我們針對一些呢可能不知道如何入手的人，或者呢他沒什麼頭緒的人，或者信主沒多久的人，我們主要的對象是這樣。但其他人呢，其實我也都盼望你重新去思考一個問題，思考怎樣研讀聖經，不要因為呢我們比較注重這個對象的時候呢，咁咧，我哋就疏忽咗啊依一啲嘅教導啊，所以我哋要明白啊點樣去做。好啦，咁我哋講到研讀聖經嘅時候咧，我哋首先咧就要有一本聖經係咪？但係乜嘢邊本種嘅版本嘅聖經咧？啊，今日我哋華人咧，我哋其實咧好長久以來咧都係用第一本，我喺熒幕上嘅第一本啦，就是、和合本聖經。啊，和合本聖經都成百年，超過百年嘅啦，翻譯咗嚇。咁咧，咁呢個係最通用嘅聖經，到而今為止咧，仍然都係通用嘅聖經嚟嘅。啊，但係喺過去幾十年咧，其實喺我哋嘅華人好多個聖經學者都根據原文咧，翻譯咗唔同嘅聖經嘅。啊，譬如新譯本嘅聖經啊，或者新向漢語譯本聖經啊，啊依一啲種種。啊，咁當然英文聖經就更多啦嚇。如果大家睇啦，你睇就 NIV 啊、HCSB 啊等等 NASB 啊。NRSV 啊，或者 NET 啊等等，好多都係好好嘅譯本嚟嘅。咁其實咧，今日咧，你話你用邊本譯本咧，其實嗰個問題唔係好大。你可以有個和合本啊，你有個新譯本，亦都可以有新漢語譯本。但係最主要嘅時候咧，我盼望你點咧？我盼望你咧有一本聖經，係主要嘅聖經，就係你成日讀嗰本聖經嘅，而且你可以喺上面咧畫啊、寫啊、做筆記啊等等。咁如果你用電子版聖經嘅時候咧，而家好多嘅電子版嘅聖經咧，都俾你咧可以寫筆記噶啦，啊，所以你咧可以有依一個咁嘅選擇嘅，啊，咁但係我自己係古老嘅一代咧，我中意咧就係嗰啲白白寫寫嘅，所以如果你睇我咁樣聖經咧，有好多唔同嘅顏色筆畫住嘅，有好多嘅筆記喺裡面嘅嚇，所以依個咧係真係其實心血嚟噶啦嚇，因為花咗好多嘅時間咧去做呢啲嘅，咁成日睇嘅時候繼續會畫啊，繼續會寫啊咁樣啊，每一次。都有啲唔同嘅嘢，咁但係我哋需要有一本嘅咁嘅聖經。咁如果你係熟悉比較年輕啲嘅，你有電子版，其實咧你而家咧可以下載咧好幾種唔同嘅版本嘅。啊，當你有時睇到，譬如話你睇和合本嘅時候，有啲唔明嘅時候咧，有時你睇下新譯本或者新漢語譯本嘅翻譯，或者甚至睇下英文聖經嘅翻譯咧，其實因為有時咧佢嘅翻譯唔同嘅時候咧，翻譯得比較詳細嘅時候咧，咁咧你就比較咧就能夠咧明白噶啦。啊，所以我鼓勵你有一本主要嘅聖經。但是呢你呢就亦都有其他的聖經作為參考，啊，這個就是我認為呢你可以這樣去做的，啊，有什麼版本的聖經。其實什麼不同的版本的聖經翻譯，為什麼有這麼多不同的翻譯？你說一本聖經就夠了，為什麼那麼多聖經的，那麼麻煩的，其實一點都不麻煩，有不同的版本呢其實是好的，啊，因為有時你當你做過翻譯你就知道了，啊，有時我們翻一些英文或者中翻英也好，英翻中也好，有時你發覺那個意思很難用一句話去表達的，有時某人是採取這句翻譯，有時是採取另外一種翻譯，不是錯的問題，而
而去翻譯嘅時候只能夠用一種嘅方式去翻譯嘅時候，所以點解新漢語本嘅聖經咧？譬如佢下面有個注俾你啦，佢雖然係咁翻譯，佢亦都講咗俾你聽咧，其實你都可以作另一種嘅翻譯。嗱，咁翻譯咧，其實咧係有唔同嘅一啲嘅理念嘅翻譯嘅。咁咧係比較咧，其實咧就係嗰個程度上嘅啫。有一啲聖經係比較咧係直譯嘅，有啲聖經咧就比較意譯嘅嚇。咁睇你佢程度點啦，意譯嘅程度係去到邊，或者直譯嘅程度係去到邊咁解嘅啫。啊，並唔係咧話佢哋嘅翻譯咧係唔正確，不過當然有一啲咧意譯到嘅時候咧，已經其實咧已經係解釋緊聖經噶啦，已經唔係真係所謂嘅翻譯噶啦。啊，好似咧依個啊依、這個英文聖經咁叫 message 嘅咧嘅聖經咧，其實咧佢就已經將嗰個聖經嘅意思咧係大概咧係大概係講出嚟咁解嘅啫嚇，已經唔係好跟住聖經啊啊原來聖經嗰個原文嗰個節奏啦。不過唔緊要啦，咁咧大家可以明白咧，我正話所講嘅嚇嗰類嘅嘢，咁你需要有一本嘅聖經。咁如果咧你係信主冇幾耐嘅，而你對聖經咧唔係好熟嘅話咧，其實我亦都鼓勵你咁咧，我鼓勵你咧係去買一本研讀本聖經。啊，咁而家其實咧啊研讀本嘅聖經咧越嚟越多嘅，喺中文裏面咧啟導本啊依本研讀本聖經咧已經有一段嘅時間㗎啦，喺和合本嘅啊。嘅裏面咧，佢係有一個研讀嘅聖經嘅，啊咁咧，佢亦都可以對一啲嘅經文咧係有啲解釋，或對現代嘅讀者有啲唔明白嘅時候咧，佢亦都會有啲嘅解釋嘅。或者有一個中國神學研究院出嘅串珠注釋本嘅聖經咧，亦都係一樣啊。喺佢嗰度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研讀，係讓你能夠更多嘅了解。咁我自己咧用咗依一本咧，已經用咗好耐㗎啦嚇，佢舊版嘅時候就已經用㗎啦。佢舊版咧，因為好厚啊，而家咧就用咗新嘅。咁咧，我都係兩個版本都用過噶啦。啊，咁跟住有個新國際版嘅研讀本聖經咧，都係好好嘅。所以鼓勵你，如果你係嗰種嘅情況嘅時候咧，我盼望你咧能夠咧去買一本。點解咧？因為依個可以讀嘅時候咧，你可以去好簡單嘅就已經解決咗呢啲好初步嘅問題。啊，當然深入嘅問題咧，因為佢只不過係一個研讀本嘅聖經，篇幅嘅問題咧，佢冇可能咧好詳細同你解釋嘅。但係我哋研讀聖經嘅時候咧，我哋盼望呢個最基本嘅可以幫到你嘅。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既然有咁嘅時候，我哋就講咧呢個查經嘅方法啦。查經嘅方法有乜嘢嘅查經嘅方法咧？咁呢啲咧其實係一個最簡單嘅一啲嘅啊查經嘅方法嘅啫嚇，一個最基本嘅啦啊，大家好多時都係咁用。不過咧，其實簡單還簡單，你如果真係去做或者深入去做嘅時候咧，其實咧亦都唔係咁簡單嘅嚇。好。這個大家第一個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了，也都是教會經常所教導的，一般教會都是教這件事的了。當你研讀聖經的時候，你要觀察、解釋和應用。什麼是觀察呢？其實簡單來說，就是仔細的閱讀。當你讀一段經文的時候，你想 去真正了解的時候，你首先你要聞讀、細讀、仔細的去讀啊，你會然後呢你拿一張筆或者一個紙，你記低你所觀察到的東西。你可能是問我們所謂的啊，一般所講嘅六何啊，嚇咩叫六何咧？就係、是、何人、何事、何時、何地、為何、如何啊？依啲嘅嘢啊，咁咧你去譬如尤其喺福音書裏面，你知道喺個場景嘅裏面有啲咩人發生咗啲咩事啊？喺邊個地方啊？點解佢咁樣發生啊？等等依啲嘅嘢，係仔細咁樣去閱讀，而且你記得咧，有好多嘅嘢你可能唔明嘅啊，究竟佢寫緊啲乜嘢？點解佢要咁寫？咁依一樣嘢嘅時候咧，你就要寫低佢啦。嚇，點解會咁樣？啊，依係一個好重要嘅。嚇，當你越觀察越深嘅時候咧，你發覺有好多問題咧，確實咧係唔係咁容易解釋嘅。尤其咧，譬如有時咧，你讀完一本譯本嘅時候，你讀完和合本嘅時候，你再讀新譯本嘅時候，你發覺點解佢嘅翻譯會有啲嘅出入？問題喺邊度？嚇，咁依一度咧，你都要記得嚇，都要將佢抄低落嚟。抄低落嚟嘅意思咧，就是讓你能夠跟經文本身咧係一個對話，亦都另外一個好處咧，就是讓你咧唔好將自己嘅意思誤入誤讀呢個經文。究竟經文講咗啲乜嘢，或者冇講啲乜嘢？啊，依啲都好重要。我哋今日好多時好聖經咧，我哋因為如果大概讀嘅時候咧，我哋好多時可能聖經冇真係咁講，我哋以為聖經係咁講嘅啫。但如果你仔細讀嘅時候，你就知道佢講咗乜嘢，冇講啲乜嘢，咁我哋就比較唔容易啊，將自己嘅意思讀入去。所以其實呢個第一嘅階段咧係好重要，但係好多人咧就疏忽咗呢個階段。好多時候我哋一睇個立嘅啫，我哋想知道經文嘅意思，
其實呢，如果你冇咗第一步呢，到第二步嘅時候呢，好多時就會出錯。所以點解我覺得第一步係最重要？當然第一步觀察亦都按住你嘅程度唔同嘅時候呢，你睇到嘅嘢係唔同嘅，你注意嘅嘢呢係唔同嘅，你要知道嘅嘢呢亦都係唔同嘅。咁另外你就要解釋，解釋嘅意思就係找出經文嘅意義。當我哋將呢啲資料組合咗嘅時候，我哋要解佢，我哋要將呢段嘢咧 make sense 啊，究竟佢係講緊啲乜嘢？佢嘅原聖經嘅原則喺度係講咗啲乜嘢嘢？佢表達咗啲乜嘢？呢一度咧就係我哋需要知道嘅。譬如話我哋今日咁講，我哋今日嘅經文係咩？聖經都是神所默示噶嘛，係咪？咁聖經都是神所默示嘅，咁我哋要觀察嘅時候，我哋單單一句話啦，我哋就講默示，乜嘢叫做默示？我哋一般人嘅默示就係講唔出聲，咁跟住就已經啟示咗你啦，咁係咪咁嘅意思咧？聖經點樣去啟示人？神點樣啟示人去寫聖經嘅咧？如果佢話聖經都是神嗰、那個主人係神嘅話，那個主角係神嘅話，咁人嘅角色究竟？在哪一度呢？跟聖靈的交接點在哪一度呢？這一樣東西就是那個我們需要去考慮了。所以你單是 一句的話，你就發覺原來已經是有這麼多的東西我們需要去解決的。那傳統上我們對默示的、那個意義是什麼呢？神學上是什麼呢？那我們這樣去讀的時候，你就發覺呢已經有很不同的東西了。如果今天這個聖經真是神所啟示的時候，我哋應該點樣去回應聖經呢？等等咧，其實係牽涉好多問題嘅。所以我哋仔細讀嘅時候，花時間喺讀嘅時候，其實你發覺聖經真係好多嘅寶藏喺裏面嘅。不過我哋咧需要去挖，需要去揾咁解嘅啫。大家千祈咧就唔好掉以輕心，要挖寶咧係要花心思嘅。好啦，咁最後咧當然咧就係嗰個應用啊，應用咧。在應用之前，或者我再講一下啦，喺個翻譯喺解釋嘅時候咧，其實喺解釋嘅時候，你話我正話提嗰啲問題，我點樣解決咧咁？其實我哋提嗰啲問題嘅解決，有時你真係唔識答噶吧？你唔知嗰個默示究竟係咩意思，有啲咩理論啊，或同人嗰個關係究竟係點？我未必解決得到。依個時候咧，我哋就需要了解啦，我需要揾資料啦。我哋即係正話我哋所講噶嘛，我哋有資源啊嘛，係咪？譬如你看看你的研讀本聖經有沒有對這方面有沒有解釋，或者如果有但是解釋不詳細的時候，我們用什麼的方式我們更能了解呢？可能你上網去查究竟默示的意思是什麼東西，那你就打默示的意思，這樣就出來了。或者你今天沒有，你覺得不可靠的，或者你不知道哪些解釋是對的，你可能你可以參考一些參考書。我們現在知道其實釋經書是有很多很多，多到你睇唔曬嘅，其實英文又好，中文又好。當然英文嚟講咧，更真係多得不得了嘅，而且好嘅英文嘅釋經書咧係好多。咁中文其實亦都有好多好嘅釋經書。上網上咧有一個唔好處咧，就是、有時網上嘅解釋咧，你好難知道究竟佢係咪一個正派嘅解釋，純正嘅解釋。尤其你對呢個真理冇認識嘅時候咧，好多時咧你就迷失咗嘅。這個咁講，那個咁講，究竟點樣講咁啊？好容易迷失，所以咧有時我哋需要咧，其實睇書嘅時候，佢比較詳細嘅解釋嘅嚇。咁咧話你話睇啲咩書好咧？咁有時好難講，因為太多啦嚇。咁喺中文嘅聖經嘅一啲出版社咧，我就係用依一種嘅方式咧，唔係話每一本去同大家介紹啦嚇。譬如話浸會出版社嘅嚇，咁一般嚟講都係比較我哋都係正統，我自己係浸信會噶啦。咁另外你記住咩咧？就係道啦，咩道咧？基道啊、天道啊、宣道啊、明道啊嚇，依幾個出版社嘅書咧，一般咧佢哋嘅出版嘅書咧都係比較係正派嘅嚇，唔係一啲異端嘅一啲嘅講論嘅嚇。所以依一啲嘅書咧都係比較可靠，係幫大家咧去理解嘅嚇。所以希望咧大家記得啦。咁我哋又講翻轉頭啦，咁第三個係咩咧？第三個就係應用。應用係咩咧？其實簡單就係、是、實踐真理。當我哋仔細閱讀完一個經文，當我哋知道佢裏面嘅意義，揾出佢聖經嘅原則，揾出佢聖經嘅真理嘅時候咧，我哋知道咗嘅時候咧，我哋要咩咧？我哋就係要用。依個係一個非常重要嘅嘢啊，因為如果唔用嘅時候咧，其實依個咧都仍未係啊真真正正成為你自己嗰樣嘢嘅。而且我哋話已經記得啦嘛。我為什麼去研讀聖經？研讀聖經
就是我们要将不单止知道，我们更要行道，所以这个非常非常一个重要的。但是如果没有了前面那部分，没有去观察，没有解释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解释的时候，当我们去应用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出问题的。所以为什么前面也是这么重要？有些人一读圣经，我们就分享了。你分享什么东西呢？当你对圣经那段经文不熟悉的时候，你查一个圣经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圣经讲了什么的时候，你今天说分享我怎样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分享什么东西？其实没什么分享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分享是你自己的一些的意思，自己的意见。但是当我们查经或者研读圣经的时候，或者我们跟人分享，在团契分享的时候，如果你是分享圣经的时候，我们是分享圣经的原则和真理，对一件事的看法，不是只是分享你自己的看法，而是圣经对这件事的看法有些什么东西的支持，那些才是重要的。如果不是呢，今天我们今天的应用，所谓的应用只不过是应用在你自己的意思里面而已。所以为什么研读圣经那么重要呢？就是这样了。如果不是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研读圣经的了。好，所以我们呢，这个是我们正话，我们记得是观察、解释、应用，或者你说仔细阅读、带出经文的意思、实践真理，这几方面就是这么简单了。另外一个呢，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容易记的一种的方法来的。这个什么叫方法呢？叫 ABC 的查经方法。以前呢，其实我都讲过，不过是多年前了，很多人都可能不记得的了。这个也很简单记，当然它用 ABC 记，当然是很简单的。第一个是什么呢？其实 A 是代表什么？ A 就是去分析。 A 是分析， A 是分析，就是意思同样就是跟我们正常的解释，这个观察解释是类似的了。当你分析的时候，你要找出这段经文的意义是什么。跟着下来的 B 就比较特别，他说呢，当你读完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可能你会发觉呢，有一节的经文特别对你有感动的，特别对你有意思的。譬如说你今天读腓立比书第二章开始的时候，一到五节你读到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比自己重要，这你对话可能是特别有意思。既然是这样的时候，你就将这一节的经文抄下来，或者背了它，然后呢，如果你抄下来的时候，你可以贴在一些你显眼的地方，或者你背了它的时候，你整天去思想一句话，或者你早上的时候得闲的思想下，或者中午的思想下，而且当你跟人交接的时候，你就用，究竟我有没有用到这句话呢？这句话我究竟是怎样呢？这句话就成为你那天或者那招一个中心了。咁跟住C係咩呢？C係合約。咁咩叫合約呢？就係同神，好似同神簽一樣。就係你知道呢句話，呢度聖經嘅原則，就我哋呢唔好自己成日掛住自己嘅事就得啦。我哋都關注別人，睇別人嘅價值比自己重要。呢個就係聖經所講嘅原則同埋真理啦嘛。咁嘅時候呢，咁你就要同神話，我要將呢件事實行出嚟。你同人交往嘅時候呢，你就出嚟，我有冇咁樣做呢？因為我自己把將自己看高呢，这一些的东西就成为我们就实行真理的一个推动力了。所以这个其实跟上面那个是有一些的不同，但是原则上都是一样的，就是你了解经文，了解经文之后是实践经文，这个也是一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其实研读方法也都是跟为什么我们研读圣经是互相牵连在一起的，不是一个分割的东西来的。所以希望大家呢就能够明白这样嘢啦。好似我哋咧，你可能会有讲咧，就话喂，阿黄牧师啊，咁但系问题咧，我真系唔识点去参考书啊。我可能字有啲比我年纪大啲嘅咧，可能字都唔多识几个噶，或者眼睛已经唔系咁好噶啦。咁你叫我成日咁样读咧，我确实有个困难嘅。咁我都了解嘅吓，有时因为可能环境嘅问题或者教育程度的问题等等，未必我们真的可能够做到好像我正话所讲的东西。但是我都劝你呢，你不要放弃这件事，不要放弃研读圣经。或者你自己做不到，你说今天无能为力了，我没办法好像你正话所讲的东西，不要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同样今天有资源。有什么资源啊？因为我们今天有主日学，我们今天有查经班，你今天可以参加
我们的查经班，今天你可以参加我们的主日学，让其他人来帮助你了解这些经文。其实在我们圣林查经班的时候，很多都是比较年长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们几乎新约的书卷都查完了，几乎未完全。其实我们是每节是每句话去查的，所以你想想大家这一句是要为什么花这么长的时间，但不要紧，我虽然花了这么多时间，但我们都查了很多的经文，在旧约的也都有查到一些书卷，好像预测亚书我们都在西南查经班都查过的了。那这些可以帮到你的，所以我希望你，同样我鼓励你，你不要放弃。如果你今天是可以自己读的，可以有这样的资源的时候，当然你自己要读。但是这个未完的，你说哎呀，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希望我再加多一样东西。加多一样什么呢？就是默想。其实当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还需要一个步骤，就是默想。你可能又觉得奇怪，这个研读圣经和默想有什么关系？研读圣经好像应该是比较是一个好像知识上的一种的追求的感觉而已。其实呢，我们呢不要将，因为我们正话已经了解了个目的了，我们要实行出来，我们将神的真理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怎样能够将这个真理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呢？其实这个默想呢就是这么重要。所以为什么我特别讲这件事？一堆人一讲到默想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一般人会想到默想的时候呢，就想到一些什么图画，盘膝而坐啊，好像人家那些密宗啊，其他的那些宗教的那些默想。咁我講嗰基督教嘅默想咧，其實就唔係咁樣嘅，因為好多嘅默想嘅時候咧，就乜都唔想，其實注目噶啦，喺嗰啲丹田啊，或者注目一啲嘅嘢啊，將你自己嘅心思放空啊咁。但係咧，我自己覺得基督嘅默想咧係有佢一定嘅目的嘅，佢有一定嘅對象喺度嘅，所以咧呢個對象係咩咧？就是、神嘅話，神嘅真理，用神真理咧成為我哋自己嘅力量，這個先係重要嘅。其實默想呢，你不要以為現在是一些新興的東西，在基督教傳統呢 一早就有的了。而且呢、那個默想呢也是聖經的教導的、你說是嗎、真的、你看看在約書亞記一章八節，我們一起來讀。他說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思想，好使你緊守遵行這書上所的一切話，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在这里记得神说你在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的思想，总要 meditate on it day and night， 整天将这句话好像放在你的身上。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将神的真理，神这个原则成为慢慢好像入在你的心那里，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正话我们讲到 ABC 的读法的时候，那个 B 的阶段其实就是有类似一样东西的。用一個人的比喻，他說這件事就好像什麼呢？我們就好像一杯熱水一樣，一杯熱水，而神的話、神的真理、神的道就好像什麼呢？就好像茶包一樣，而默想就好像將這個茶包放在熱水的當中，讓這些茶包完完全全裡面的成分滲透入這些熱水裡面。咁呢個我覺得比喻非常非常之好，呢個等於咧將聖經嘅真理咧融入喺你嘅生命嘅當中，呢個係成為你嘅生命啊，唔係淨係話頭腦啊，而係你嘅生命。然後你將呢一樣嘢咧係成為你生命嘅時候，你就容易咧去實行出嚟，因為呢個已經係你嘅本質啊變成。當你一直去咁樣去咁樣去做嘅時候咧，去慢慢咧成為你嘅本質啊，因為好多時嘅真理唔係一下子成就嘅。我们今天讲温柔的时候，不是你即刻可以成为温柔，你今天讲谦虚的时候，不是你即刻可以成为谦虚，是经过这些浸的阶段的。同样我们就将神的真理深入在我们里面。那你怎么做呢？正如我们所讲的一些原则。另外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其实我们可以用这些东西来祷告的。譬如说我们今天讲谦卑的时候，你看到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一个谦卑的表现，你可以用这个去祷告。神啊，我需要一个谦卑。神啊，或者你见到某一个人的时候，你用一句话去祷告，神啊，愿你帮助我，让我看他比我自己重要。咁呢一啲咧，系用变成你自己嘅祷告，变成你嘅原则。同样你用呢样嘢检视你嘅思想同埋行为。你检查我今日讲呢啲嘅话有冇咁做咧？我做咁有冇咁做咧？其实有时候你咁做嘅时候，我哋就能够反省。好多时候我都讲错嘢嘅，好多时咧。
啊，我有時咧我都係冇按聖經嘅原則嘅。咁而神嘅話咧就會可以當就嗰陣時咧會可以勸我嚟幫助。啊，因為我自己咧我亦都睇到嚇，因為每個人都係軟弱噶啦，我自己都係一樣。啊，所以有時會講錯嘢，但係神嘅話咧，往往咧藉著聖靈再一次嘅提醒我啊，你講錯咗或者做錯咗。咁呢一啲咧就是、我哋係需要咧去默想嘅，就係、是、晝夜思想點解要咁重要啦。咁最後我要講嘅咧，其實我哋今日研讀聖經係需要咩？我哋需要努力嘅。今日我哋成日講研讀聖經，好似我哋覺得咧，唉，研讀聖經，我哋咪參加查經班就算啦，啊，主一學咪算啦，解決咗咯咁。但我都話啦，依一啲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有時咧，只不過幫助你真正，如果你能夠有能力嘅話，你自己讀聖經同埋研究聖經嘅時候，依個係對你最大最大嘅幫助。我覺得係冇乜嘢可以替代依樣嘢嘅，就是、當你自己去讀、自己去思考、自己去默想嘅時候，冇人替代到嘅。需唔需要付代價嘅咧？需要㗎。需要付咩代價呢？第一，確實你要花時間。如果你唔花時間，你唔會成功啊。咁用個道理當然係好簡單啦。有咩嘢啊？如果你今日係好熟悉嘅，有咩嘢咧？今日係好叻嘅，你係唔需要花時間嘅。我相信係冇嘅。如果你今日你話你煮嘢叻嘅時候，你花咗幾多時間？你諗下，先至可以煮好佢。你今日要整個麵包，或者你今日煮咩嘅咩菜啊？如果你唔花時間去練習，你點會煮得好咧？嗱，你唔係今日咧，淨係睇一啲咁嘅食譜，你睇完咧你就叻嘅，你就知道放幾多成分咧，你就能夠煮得好菜，唔會嘅，係要花時間嘅。啊，仲有點咧？有時係要花金錢嘅。啊，譬如我正話講，你要買一啲嘅書籍啊，啊或者咧，你要去採購一啲嘢，投資一啲嘅嘢啦，我哋所謂啊。咁依啲咧其實都係好重要，或者睇見一啲嘅 DVD 啊，或者你有啲網上可以下載嘅嘢，你發覺咧非常對你研讀有經有幫助嘅時候咧，你係需要投資嘅。啊，所以咧我覺得咧，我哋今日咧我哋都睇見嘅好靚嘅衫，我哋會買係咪？或者咧我睇見好靚嘅鞋啊，好靚嘅手袋啊等等，我哋會願意去買啊，著起上嚟真係靚啦咁。但係你願唔願意今日去花金錢？去投資啊，讓你喺研讀聖經方面咧，我覺得好多時候我確實咧喺依方面我哋缺乏，我哋唔係好捨得啊去做依方面嘅投資。但好多時咧，我覺得依啲嘅投資咧好值得嘅嚇，因為可以幫唔單止去幫助你，仲可以幫點樣咧？可以幫助別人。當你實踐嘅時候，同人分享嘅時候啊，啊幫用神嘅話去鼓勵佢哋嘅時候咧，咁呢一個係一個好值得嘅投資嚟嘅。所以我再一次我鼓勵弟兄姊妹咧。去投資個屬靈嘅事業啊！第三個係要操練嘅，冇錯要付代價。我就話講完讀聖經你唔係一日讀完一日咧，哇！翻五六個鐘頭讀咧，跟住咧隔成幾個月都再唔讀啊，咁冇乜用嘅。研讀聖經係一種嘅操練嚟嘅，你寧願我哋每日讀一啲咧，好過你咧一日讀一次咧讀好多之後，然後好耐好耐先再讀啊，嗰通常都冇乜用嘅。你係需要咧不斷嘅研去訓練你自己。當你慢慢讀的時候，當你越多了解的時候，其實很多時候你就越能夠上手，越是會喜愛它，因為是一個很特別的東西的。我經常舉個例子，就是好像我們很多時候看一些球賽，我們可能不熟悉的，當你不熟悉的時候，一點興趣都沒有。所以很多人呢，在國內來的或者香港來的，就很不喜歡看 baseball， 為什麼？因為不知道做什麼，很無聊，覺得它。但是有些在台灣來或者韓國、日本來的時候，去睇就唔同啦，因為佢喺佢嘅文化裏面咧，係就有依樣嘢，佢識得睇啊，佢知道點睇啊，佢就好有興趣嘅，啊，所以依樣嘢係好唔同嘅。但所以而家我哋係需要去鍛鍊咧，佢依樣嘢需要操練依樣，所以我鼓勵你，啊，你研讀聖經你要操練自己，啊，每日或者隔一日要花一啲時間咧去睇一小段都好，能夠幫助你咧能明白聖經嘅真理。啊，所以結論係咩咧？結論好簡單，就係要去做。你不做是没用的。研读圣经不是只是在头脑上的东西。你一定要做。譬如我们就举这个煮饭的例子一样。你知道 很多时候我自己都喜欢看那些 recipe 的。那些 cookbook 的我自己都喜欢看那些煮饭的书的。但如果我不煮的时候有没有用呢？不得。你没办法能够煮到好菜的。这个就是这么简单的。研读圣经是要做的。而且要做。做的时候不单止读。更加要去實踐出嚟，
所以盼望大家今日在这一段可能觉得有些人哎呀我都知道这些不紧要，我都说我今日，但这是一个重要的题目的，我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一个研读圣经的心，研究真理的心。为什么要研读真理呢？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知道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有很大的益处，知道我们今天可以实践出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帮助人，都可以荣耀神。求神怜悯，听我们的祈祷，一起我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你，给我们今天藉着一段的经文，出来的思想，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贵。神，求神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有寻求主你旨意的 心意，而都让我们有一个实行主你自己的心意的心，以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真的能够做盐做光，荣耀主你的名。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现在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耶稣爱。现在是有一些报告的，今天下午一点半的时候，我们是有教会商讨会的，请大家商讨会的成员和执事牧师记得参与。另外在奉献上面，你可以将这个奉献记录教会的邮箱，或者在教会的网站做网上的奉献，又或者用标批都可以。另外我们前两个礼拜是都推廣過的，就是我們兒童升班的個典禮，這些就是他們在網上升班的一些的圖片給大家 看看。另外呢，我們有些的教會的兒童呢是畫了一些畫在這段的時間，我們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非常好，讓他們看看他們畫了什麼東西，跟我們分享一些的喜悅。
咁亦都係繼續提醒大家咧，我哋喺禮拜六嘅時候咧係有網上嘅兒童主日學嘅，請大家咧留意嗰個時間同埋班級。咁仲要介紹一下嘅咧，就係、是、我哋教會咧而家有一個咧，就係、是、我哋介紹我哋教會嗰、那個嘅視頻嘅。咁咧，我喺唔同嘅一啲嘅群組裏面咧，我都發出噶啦。咁我哋咧會再作些少嘅修改。咁修改好之後咧，咁我哋再同咧大家正式嘅介紹。咁主要係睇一個八分鐘左右嘅視頻嚟嘅。可以睇到我哋教會嘅一啲嘅歷史同我哋教會嘅大家庭究竟係點樣。好，咁我哋咧今日嘅崇拜就到呢度結束。咁我哋一齊領受祝福。願我哋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嘅慈愛、聖靈嘅交通同埋感動，常與我哋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遠。